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。新鲜资讯，热点直击，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也推出了二零二三特别篇，致敬人民警察。下面呢，就请贺峻霖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。好的，蓝宇。在新一集的《黑猫警长》中，森林、农田遭受威胁，我们的老朋友黑猫警长和白鸽探长、白猫班长悉数回归，保护森林、粮食安全。 而曾经在动画片中出现过的森林惯犯大象、野猪、河马再次联合起来，计划高价倒卖进口大豆。他们背后的大 boss 依然是诡计多端的一只耳以及他的舅舅石猫鼠。在与犯罪分子的周旋中，黑猫警长和他的伙伴们也是与时俱进，用起了高科技手段。在森林警察的不懈追捕之下，一只耳和石猫鼠最终落网。不过，故事还没结束。 经典片尾，请看下集，再度出现，勾起了观众们的童年回忆。有一位网友留言说：“我小时候看着《黑猫警长》，就有个当警察的梦想。直到现在，我穿上了这身警服，成了一名警察。”接下来，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。电影《想见你》票房已于近日突破三亿元。为了让大家心目中的黄雨萱和李子维更加丰满和真实，演员们也去学习了一些小技能，让角色的塑造更加自然。 昨天，片方发布了一支演员幕后特辑，其中柯佳燕去学习了制作奶茶，她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可一点儿都不简单。对于剧版《想见你》的粉丝来说，伍佰的歌曲《Last Dance》每次都能给剧情注入灵魂。许光汉也去学习了这首歌的吉他弹唱，也算是电影送给粉丝们的一个小彩蛋。 今天的问题是：您最期待哪部春节档新片？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，积极参与话题互动，您就有机会获得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。祝您好运！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关注一九零五电影网，下载一九零五电影网客户端，新片大片二十四小时直播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明天二十二点整，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，我是蓝宇，我是贺峻霖，明天见。